你肯把灵魂卖给我，我给你三个愿望，你喜欢干什么都行。愿望成真，想有就有。我有一个女朋友，性感的，热情的，只爱我一个，那她是我女哥哥亲亲。千万别把我惹火了，露西呀、啊！千万别小看自己，只要你敢。杜文泽、王祖蓝，我从小的愿望就是除暴安良。我跟他签过合约了，他会跟你上天堂的。统一面小时光面馆电影院，黑色喜剧，11月5日卫视电影台全台首播。